过年了哈、哦，嗯，再来是不是做年菜又烦恼了？对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该有的年菜了，嗯，而且让你端出来就是五星级的感觉，好、嗯哦，所以相对的呢，这个你收到的时候它是冷冻的，嗯，那你直接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，嗯，24小时就是隔天之后你拿出来加热就好，嗯，好，我帮你准备好，来去把它拿出来吧。好。那这一包里面有纸牌跟我所谓的虎掌，虎掌啊、哦，虎掌这个满满的就是猪脚筋、嗯，还有胶原蛋白、嗯，哦，这个给老人家也好啊，非常非常的好、嗯。那包括这边的部分呢，有芋头，嗯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香菇，香菇，好、哦，那我们接香菇用的是花菇，哦，那在蔬菜部分，这边还有包蔬菜，蔬菜也帮你准备好了，嗯，所以相对的你也不用烦恼，说我蔬菜到底要买什么啦、啊，怎么弄啊，怎么用？家里有没有电锅？有啊，太好了！我们今天就教你用电锅来做。家里的电锅的部分呢，锅盖把它打开。打开。对，这个原则上蒸煮要差不多30分钟。30分钟。所以30分钟，你知道要放多少杯的水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教你做。来，一杯水。就是30分钟，一杯水就是30分钟，简单吧？简单。所以你看，做年菜难不难？不难。不难了吧？嗯、我帮你搞定了。来，加一杯水。好，直接倒下去哦。对，直接把它倒下去。好。然后呢，你准备一个盘子。嗯。这个盘子要干什么呢？放在我们的内锅里面的时候呢，它帮你做一个隔绝的动作。再来，这三包。这两包是比较厚，对，又是主食材，是，所以呢，你直接把它放进去，直接把它放进去，好，好，嗯，那这一包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一起放进去？哎，不对，它是蔬菜，嗯，所以呢，我教你一个绝招，好，不要跟别人讲哦，嗯，好，等电锅跳起来之后，它是不是会保温？对，跳起来之后，你再把它放进去，嗯，保温8分钟。蔬菜也熟透了，哦，简单吧？简单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这时候锅盖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来，用一只手指头，很简单，一只手指头就可以做年菜，切下去。切下去。等它跳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放我们的蔬菜包喽。嗯 ，OK。来，跳起来吧。跳起来了。对不对？嗯。跳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蔬菜包放进去。那我打开喽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好。对。再把它盖起来。是的。好，不用按下去吗？哎，不需要再按，嗯，好、哦，就让它焖着就好。嗯，好，八分钟之后呢，我教你怎么组合，好，变成大菜。OK， 师傅好了，好了哈、哦，8分钟了，哎、打开锅盖，打开、嗯，三包都把它夹出来，会烫会烫，这么快夹出来，可见看你的动作就知道新嫁娘，把它拿出来，三包，好来 ，OK， 好，这三包的部分哈。哦来，有看到有没有那个我们的冬菇？有，这一包先下。先下。好，因为这个有芋头。对。芋头我们要把它打底。好。就像盖山一样。嗯。好，把它打底。所以这包先把它打开。打开。直接倒，倒进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直接把它倒进来，直接把它倒进来。换第二包我们的主食材哦，你看这个有乐牌，有虎掌，相对的一定要在上面，让你的。这些的长辈们都看得到你的诚心诚意、嗯，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来、嗯、就把它盖上去，放在它上面，就把它盖上去哈、哦，它会滑动啊，什么你都不用担心，你就把它放上去，一定要把它堆得高高的，很高，像金山银山一样。嗯、来倒进来之后呢，我现在把这个香菇部分把它先夹出来，我教你排盘。好，好、哦，来。所以原则上你在家里复热就像我们这样子一样，你想想看，这道菜你如果在家里做，第一个你不会做，嗯，第二个是不是工序会很麻烦？对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今天只要在 7-Eleven 订过这个年菜部分，你回去之后是不是你会更的简单？对。好，来蔬菜料。蔬菜。来，我这边呈现的有黄色的玉米笋。对。好。这个叫黄金呐、啊，黄金哦、嗯，这个黄金你就是要把它撒上去，是不是就很简单的？对，对对。所以原则上来讲哈、哦，这个三包的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真空包，你只要做个复热的动作，嗯，那包括呢，你再稍微修饰的一个排盘，原来你在复热可以这么简单这么方便，嗯，好、哦，它像不像你去饭店，嗯，然后呢订了一桌非常不便宜的。的餐里面其中的一道菜，下对不对？来，哇，好
漂亮哦！把你饼干端出去之后，面子、里子都有了，赶快订吧。嗯，